tutti, benvenuti al corso della lingua italiana. 欢迎大家来到沪江网校的意大利语课堂。同学们，大家好呀！今天的课呢，是我们的第十次课程。学了十节课的意大利语，你的感觉怎么样呢？有没有感觉生活中已经被意大利语充斥了呢？你已经感觉到这个我也可以用意大利语说，那个我也可以说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内容，大家可要看一看自己之前学过的内容还有多少是不会的、不熟练的。那么在这一课我们就抓紧时间把它补起来。如果有同学已经看过书后面几课的话，会发现从第一课开始那个课文就开始长起来了，茫茫长。如果要顺利的进入第一课的学习呢，这一课可是至关重要的啦。好，那么我们就抓紧时间马上开始吧。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所学过的语法知识点。第一个是名词和形容词的阴阳性和单复数。那么大家一起来回想一下，名词的结尾和它的阴阳性有什么关系呢？以 O 结尾的是阳性， R 结尾的是阴性， A 结尾的不一定，需要自己记。那么单数变成复数应该怎样编呢？对，我们编的是词尾，O 变成 1,R 变成 A,A 变成 1, 这个同学们一定已经很熟悉了，这是我们最早学的语法知识。接下来我们讲了名词和形容词的性数配合，也就是说形容词在形容名词的时候，形容词的词性以及单复数是要跟着名词来变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排例子，同学们注意一下，哪一个是形容词？对了，就是名词后面的那个，它需要跟着谁来变？很好，跟着名词来变。第一个 libro aberto， libro aberto， 开着的书。第二个 treno rosso， treno rosso， 红色的火车。第三个 ragazza italiana， ragazza italiana， 意大利女生。第四个 opera tedesca，Opera tedesca， 德国歌剧。第五个 Pesce buono， Pesce buono， 好吃的鱼。第六个 Macchina cinese， Macchina cinese， 中国的汽车。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把这一些词组变成它的复数形式。那么第一组 Libro aperto 变成复数就是 Libri aperti，Treno rosso 变成复数是 treni rossi， ragazza italiana 变成复数是 ragazze italiane， opera tedesca 变成复数是 opere tedesche。 那这里我们注意一下，结尾的 ga 变成复数 ge 的时候的拼写要加上一个 aga 哦。好，接下来 pesce buono 变成复数是 pesci buoni， 而最后一个 macchina cinese 变成复数是Macchine cinesi，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以 A 结尾的形容词，它既可以形容阴性名词，也可以形容阳性名词。就像这里的 Macchine cinesi， 变成复数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注意，不是把词尾变成一样就可以的了，而是要根据两个词的词尾各自来变化。那么就比如这里的 Macchina cinesi， 如果说你觉得只要把它们词尾变成一样的，变成 Macchine cinesi，那么这样就错了，因为 cinese 的复数是 cinesi。 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讲的语法呢，是叫做动词变位。那么在这一课当中我们学了两个动词变位，而且它们都是不规则的。第一个动词是 essere， essere， 它的意思是是什么什么是什么的是，然后它的变位我们还记不记得呢？很好， io sono， tu sei，lui lei è， noi siamo， voi siete， loro sono。 那还有一个动词我们学过的叫 avere， 它的意思是有。那么它也是一个不规则变位的动词，我们也一起来复习一下它的变位。 io ho， tu hai， lui lei ha， noi abbiamo， voi avete， loro hanno。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拼写， abbiamo 和 hanno 当中都有双写的字母，
同学们可不要写错了。那这两个动词呢，是意大利语里面最基本的两个动词，大家学完这个课程之后，就算别的什么都不记得，这两个变位也一定要记得，可见它的重要性是有多高啊。那么这里我们看一下，老师帮每个语法呢都标上了小星星，这里都是五星语法哦，所以同学们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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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掌握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第三个语法知识点是我们所讲过的定冠词。那么首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什么是定冠词呢？定冠词就是放在名词前面，为了表示特指某一样东西的这个词叫做定冠词。那么我们中文里面没有这样的概念，那我们理解的时候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或者那个的意思。总之定冠词就是为了表示特指，那比如说我们说鱼，那可以说的是世界上所有的鱼，但当我在鱼被写前面加上il被写的时候，就特指的是我所看见的或者我所指的那一条鱼，而不是世界上所有的鱼。所以说同学们养成习惯，在说意大利语的时候呢，习惯性的在名词前面加上一个定冠词，这样不会错。那么什么时候不需要定冠词的时候呢？我们一边学习一边老师会教给大家，我们只要把不需要加上定冠词的情况记上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定冠词的用法呢，我们先不要急，以后学的时候呢，我们慢慢就会发现定冠词的重要性。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掌握的是，到底有哪些词是定冠词，定冠词会怎样跟着名词来改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定冠词也分阴性、阳性、单数、复数。那么阳性的定冠词有三种，第一种是 law， 用在什么样的单词之前呢？很好，就是 s 加辅音开头的单词， zeta 或者 bsgna 等这样的开头的单词前面。第二种情况 l 一撇，那么这样的一个定冠词用在元音开头的单词前面。那剩下来所有的其他字母开头的单词呢，前面用的定冠词是 il。 好，那么这三个定冠词对应的复数又是怎么样的呢？很简单，law 和 l 一撇对应 e， 而 il 对应 e。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定冠词的阴性形式有哪两种。首先用在元音开头的单词前面的定冠词是 l 一撇，跟阳性的是一样的。那么用在剩下所有不是元音开头的单词前面的定冠词就是 la。 好，那么 la 和 l 一撇在阴性的时候啊，它的复数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就是 le。 这个同学们应该也已经掌握了吧，我们在之前学习的一些课文啊对话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定冠词的出没，可见它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同学们，这也是一个五星级的语法，可千万不要把它给忘了哦。好，就三个五星级的语法点，同学们不知掌握了没有，掌握的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做个练习，考一考自己吧。一起来做一个练习，巩固一下吧。同学们的练习都做得怎么样呢？是不是发现自己有的知识点还没有完全掌握，还不够熟练呢？那么就回去重新看一下你的笔记，把这些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啊都记在你的脑子里，这样我们才可以继续好好学下去嘛，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之前讲过的一些句式句型的用法。首先我们讲了自我介绍和介绍别人应该怎样说。那么在自我介绍和介绍别人的这些对话当中，我们有些关键词大家来回顾一下。第一个是人称代词，人称代词呢很简单，我们在背动词变位的时候啊都已经背过了。那我们这里一起来过一下，我是 io， 你是 du， 男的他是 lui， 女的他 lei， 我们 noi， 你们voi， 他们 loro， 注意一下他们是不分
阴性和阳性的，没有 Laura 这样的说法啊。好，接下来介绍人的时候呢，肯定要说他是谁是谁，所以说这个是 ess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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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变位呢，我们之前已经复习过了，这里就不再复习一遍了。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指示代词，指示代词就是这个 questo， 那个 quello， 这两个词可是有阴阳性单复数的哦。同学们注意，如果你说这个女孩，一定要说 questa ragazza， 那一群女生应该要说 quelle ragazze， 这个千万不要忘记了。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表示国籍的形容词，那么比如说中国人 Chinese， 意大利人 Italiano， 这些词同学们还想得起来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试一下造几个句子。第一句，这些带着包的女生是意大利人。那我们先把这句话的主干拎出来，就是这些女生是意大利人，对不对？然后再看拎着包的，我们之前讲过带着和这个词应该是 gone con 介词，所以说带着包的就是 con la borsa con la borsa。 那么这些女孩是意大利人，连起来应该怎么说？ queste ragazze sono italiane。 很好，那么把这两个拼在一起就应该是 queste ragazze con le borse sono italiane。 好，再来一遍， queste ragazze con le borse sono italiane。好，第二句有点难哦。这两个男孩是阿娜的兄弟，那个高的是 Dino， 他是法国人。那么就是三句话，我们先来看第一句。这两个男孩，还记不记得二应该怎么说啊？ due， 所以这两个就是 questi due ragazzi， questi due ragazzi。那这两个男孩是阿娜的兄弟，那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们说过了，就是一个 di， 所以阿娜的兄弟呢，就是 i fratelli di Anna， i fratelli di Anna， 注意一下 fratelli 前面的定冠词 i。 好，所以这两个男孩是阿娜的兄弟，连起来就是 questi due ragazzi sono i fratelli di Anna。再来一遍， questi due ragazzi sono i fratelli di Anna。 好，接下来那个高的是 Dino， 那么我们这里就来看那个高的应该怎么说。那个我们用指示代词 quello， 那么这里注意一下，这里的 quello 可跟我们之前说的 quello 有点小小的区别哦，看上去是一样的，但是这里的 quello 是代词，这里的 quello 是代词，就相当于像我们代词 lui lei 一样的代词。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它，所以啊 quello alto 表示就是那个高的， quello alto。 好，那么这句话就简单了，那个高的是 Dino， 连起来就是 quello alto è Dino， quello alto è Dino。 好，最后一句话，他是法国人，这个相信已经难不倒大家了，就是 lui è francese， lui è francese。那么这句话大家有没有一气呵成呢？那我们一起完整的来说一遍吧。 Questi due ragazzi sono i fratelli di Anna， quello alto è Dino， lui è francese。 好，那么这个自我介绍和介绍别人呢，我们基本上复习的差不多，这么难的句子都掌握了，相信大家应该没有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讲了简单的陈述句和一般疑问句的表示方法。那我们这里讲的简单陈述句就是这样一个句式，什么什么什么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把书翻到第八页，看上面的第四题，这里就给大家的一个句式， La macchina è rossa， La macchina è rossa， 就是车是红色的。那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句式来把下面这六个框框造成句子。所以第一句， La casa è bella，La casa è bella， 意思是什么？房子是漂亮的，对不对？同学们应该都知道了，这里没有不认识的单词。好，第二个， I pesci sono piccoli， I pesci sono piccoli。 那么这里注意一下，这句话都是复数，
贝西单数是贝西鱼，大家应该也认识了，这是一个阳性的名词。那么一贝西索诺比格里，这里的比格里又是什么呢？比格里的单数是比格罗，比格罗意思是小的。那么它的反义词大的应该怎么说？ grande grande。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框框，这句话我们应该说 i libri sono nuovi。I libri sono nuovi， 这个也很简单。Libri 单数 libro 书， nuovi 单数 nuovo 新的。好，接下来第四个 ，Il ristorante è italiano。Il ristorante è italiano。那么这里我们这个 ristorante 的意思呢是餐厅，同学们记一下，它是一个以 a 结尾的阳性名词 ，ristorante，ristorante。Ristorante, ristorante。好，那么这个 il ristorante italiano 很好解释，就是餐厅是意大利的，那么就是这是一个意大利餐厅。接下来第五句话，我们应该怎样说呢？ i vestiti sono moderni， i vestiti sono moderni。 好，这里的 vestiti 单数是 vestito， 意思是衣服。 moderni 的单数是 moderno， 意思是时尚的，现代的。那么这句话I vestiti sono moderni， 意思就是衣服是时尚的。最后一句话注意一下， zio 前面的定冠词应该用 lo， 所以这句话 lo zio è giovane， lo zio è giovane。 这里 zio 我们都知道了，是叔叔伯伯等等的意思。 giovane 注意一下它的重音在 o 上， giovane。 那么 giovane 的意思呢是年轻的，那么相对应年老的我们应该怎样说呢？Vecchio, vecchio。 好，那么简单的陈述句大家都会说了，我们这些句子怎样把它变成一般疑问句呢？什么叫一般疑问句啊？就是可以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的问句，对不对？那么一般疑问句就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吗？中文就是这样。那么意大利语里面我们不需要像英语一样倒装，我们只需要把语调往上扬就可以了。比如La casa è bella， 我要说房子是漂亮的吗？那么应该怎样说呢？非常好， La casa è bella， La casa è bella。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剩下这五句都变成疑问句好不好？第一个， I pesci sono piccoli， I pesci sono piccoli。 这个语调是不是有点怪，像唱歌一样，但是就是这样。好，接下来第二个， I libri sono nuovi， I libri sono nuovi。 第三个，Il ristorante italiano， Il ristorante italiano。 第四个， I vestiti sono moderni， I vestiti sono moderni。 最后一个， Lo zio è giovane， Lo zio è giovane。 好，同学们这个语调是不是往上了，对吧？这样就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过了一般疑问句，就一定要说特殊疑问句。那什么是特殊疑问句呢？那当然就是不能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的问句啦，对不对？那么特殊疑问句啊，就一定有特殊疑问词。特殊疑问词呢，就是用来表示他在发问的那个词。那么我们已经学过的有哪些呢？先来看一下 come， come 意思是怎么样， quanto， quanto 意思是多少， chi， chi 意思是谁，dove， dove 意思是哪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老师这里的几个问句，你都看得懂吗？第一句， come stai， come stai 意思是你怎么样。那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讲过好多好多种回答，那我们这里就选一种讲讲好了，就是大家最常用的，我很好谢谢， bene grazie， bene grazie。 接下来第二句， come ti chiami， come ti chiami，你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回答 Mi chiamo 巴拉巴拉巴， Mi chiamo Simona。 好，接下来第三个，他叫什么名字我们怎么说？很好， Come si chiama， Come si chiama。 那么我们回答就是 Si chiama 巴拉巴拉， Si chiama Sandro 都可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逛的的提问。那注意逛的提问的时候，这个逛的这个词是有阴阳性单复数的。那比如你几岁？光地阿尼阿姨，光地阿尼阿姨。
那我如果要回答说我五岁，那就是哦亲闺阿尼，哦亲闺阿尼。接下来光地阿尼阿诺他们几岁，光地阿尼阿诺，那么我说他们二十岁，阿诺温地阿尼，阿诺温地阿尼。接下来我说他或者他有几把钥匙，他有几把钥匙，那么我们这里要注意钥匙 chiave 它是一个阴性的名词，所以我们问几把钥匙的时候要用 quante， 连起来是 quante chiavi ha， quante chiavi ha。 那么回答他有五把钥匙就说 a cinque chiavi， a cinque chiavi。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用 chi 提问，他是谁？ chi è lui， chi è lui。那么回答 Lui è Sandro， Lui è Sandro， 只要说出他是谁，他或者是一个，比如说说是他是一个学生，我们就说 Lui è studente， Lui è studente 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问你是谁， Chi sei tu， Chi sei tu， 或者 Chi sei， Chi sei 就可以了。那我可以回答 Sono Simona，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看用哪里 dove 提问应该怎样说呢，比如说钥匙在哪里，Dove sono le chiavi? Dove sono le chiavi? 那我们也想说钥匙在家里。Le chiavi sono a casa. Le chiavi sono a casa. 那我们这里注意一下 a casa， 这里 a 就是一个前置词，也就是介词，那么意思就是在， casa 就是家里。那么注意一下 a casa 当中不需要加任何定冠词，不需要说 a la casa， 直接 a casa 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问句，比如说 Simona 在哪里，我们就可以说 Dove è Simona， Dove è Simona。 那我们也想回答 Simona 在家里怎么说呢，对，非常好，很简单， Simona è a casa， Simona è a casa。同学们的提问和回答都学得怎么样呢？是不是都可以非常流利的问出来和答出来了呢？其实如果你不会说也不要着急，一定要多多练习，多开口说话，不要怕犯错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单词又学过了哪些呢？很多同学都说了，老师我学意大利语需不需要背单词啊？那我如果跟你说不需要背单词，你肯定说我骗人，对不对？但是呢，老师真的觉得单词是不需要一个一个去背单词表这样背的。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就要有意识的对单词举一反三，掌握一个词的同时就去想一下它的同义词、反义词或者相同主题、相同类型的词，那么这样记单词啊效率就会高很多。那么先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一课当中学会了哪些主题的单词呢？首先我们学了很多关于国籍、国家的单词，那我们这里再来复习一遍我们已经学过的国籍 Cinese， 那对应的国家是 China， Italiano， Italia， Americano， Stati Uniti， Spagnolo， Spagna， Australiano， Australia， Brasiliano， Brasile， 这里注意一下重音 Brasile， Marocchino， Marocco， Argentino， Argentina，Francese, Francia, Tedesco, Germania。 好，这些国家的词同学们都记住了没有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回想一下我们学过的数字，数字可是基本，数字不能不会说。那我们从零开始， Zero, Uno, Due, Tre, Quattro, Cinque, Sei, Sette, Otto, Nove, Dieci,undici, dodici, tredici, quattordici, quindici, sedici, diciassette, diciotto, diciannove, venti。 好，我们先讲到二十，因为二十以后呢都是直接用十位数加上个位数就可以了。那么注意一下，以元音开头的 uno 和 otto， 他们在碰到十位数的时候要把十位数，比如说二十 venti 最后一个元音一给省掉，那么二十一 ventuno， 二十二 ventidue， 接下去 ventitre， ventiquattro， venticinque， ventisei， ventisette，
28, 29, 好 ,30, 30, 31,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好，我们就学到这里，剩下来的呢，我们留到第三课再来教。接下来我们还学过一些很小的词，它们普遍都很短，但是它们非常重要，也是意大利语里面的超级大难点。那么这个呢，就是意大利语里面的前置词，也就是介词。它们一般呢，就是放在一个名词前面或者动词前面，表示各种各样的用途。那比如我们已经学过的这几个 per 用来表示目的，我们可以翻译为为了。好，接下来还有比如说 gone 意思是带着伴随着和什么什么与什么什么什么。还有我们学过 d， 那我们还记不记得 d 和 la 在一起要合成变成 della 呢？那么 d 的意思是什么什么的，表示从属的关系，什么东西属于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属于什么东西。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 啊，那我们这里学了一个词组在家 a casa， 那么 a 的意思呢也有千种万种，它在不同的语境下都会有不同的意思，以后我们学到了会慢慢给大家解释。那么关于前置词具体怎么用，同学们不要着急，因为啊它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任何课文或者短句里面，我们学到一个就记一个，保证同学们不会搞起来。好，复习到这里呢，同学们对已经学过的知识是不是感觉已经非常系统的被整理了一遍，已经豁然开朗了呢？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谁说要玩的，我们明明是要做练习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来做一点练习，考验考验自己的水平吧。一起来做一个练习，巩固一下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点轻松愉快的，让我们一起来走进科学啊，不，走进异国万花筒。那今天老师想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来学习意大利语呢？这个问题啊，是从我开始学意大利语的时候就一直被问的。每次我碰到一个意大利朋友，跟他说我会说意大利语的时候，他们就会问，咦，你为什么要学我们的语言呀？那我们的答案都是千奇百怪。对于我而言，意大利的文化、意大利的足球、意大利美丽的风景都令我深深的为之着迷。但我不知道同学们来学习意大利语都抱着怎样的目的呢？有的同学是为了旅游，有的同学是工作需要，有的同学呢是需要学一门二外，有的同学呢是因为跟我一样对这一个国家、对它的文化感到好奇。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学好意大利语呢？相信学了十节课后的你们一定心里也有了答案。那么在进一步的课程开始之前呢，老师还是有几点忠告要提给大家，希望大家谨记在心间，这样我们才可以一起手拉手走到最后嘛，对不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意大利语，首先大家要注意就是它的发音。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意大利语只要听得懂就可以写，只要看得懂就可以读。那么你的发音准确了吗？你读单词、读课文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可以脱口而出，不需要思考这个 chi aga i 到底应该读 chi 还是读 gi 呢？如果你可以很肯定的回答我，是的，老师，我已经脱口而出了，我现在听写、朗读啊，都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了。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跨进了意大利语的大门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掌握更多的语法知识。那么我们知道，语法虽然不是最最重要的，但是没有语法却是万万不可的。语法是连接单词和单词之间的纽带，没有语法，我们的句子啊将会显得非常的凌乱，而且显得非常的没有文化，对不对？所以我们学好语法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大家也要注意，我们不需要去死抠每一个语法细节，因为我们毕竟啊学语言是为了交流，所以大家语法只要掌握就可以了，不要去抠细节。
那么我们现在学到最难的语法是什么呢？非常好，就是那个动词变位。一个动词在一个时态就有六种变位，对不对？我们现在学的这个 avere 呀、essere 呀，它们已经有六种变位了。那么这个时态呢，是我们叫它现在时的时态，这个具体我们后面会讲，大家不要着急。那么一个时态就有六种，如果有十个时态，是不是就有六十种啊？对，意大利语当然不止十个时态，当然有好多好多种时态，所以就有好多好多个变位。同学们一听就慌了，说哎呀天哪，我这六个都记不住，你还要叫我好多好多个，我怎么记呀？那么同学们不要着急，相信我，你如果把现在时的变位全部记牢了，后面的变位对你来说都是浮云，你一记就可以把它们记住了。那还有一个语法难点呢，就是我们之前刚刚讲过的前置词。那么这个的确很难，不过大家想嘛，这个前置词那么小，如果你讲话就算讲错了一点点，别人也不会听不懂。所以啊，前置词虽然难，虽然重要，但是大家如果讲错了也不要担心，没有人会来责怪你的。那语法掌握了之后，我们需要掌握的就是单词了。单词的词汇量啊，是我们学习每一门语言都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每学一个单词，就要把它记在脑海里，不要学过了就忘掉，那么这样就是非常不好的了。那同学们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把你不认识的单词都记在小本子上面，这样没事的时候去翻一翻，把这些单词都记住，以后就算你的语法再烂，你也可以蹦单词跟人家说话，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来学意大利语的目的是什么，虽然我很想知道，但是你要学会说话，就必须要注意以上我们说的这几点。那先提前预告一下，下一节课开始呢，我们就要学习这本书的第一课了。那这个课文是很长的，同学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先去听一下课文的录音，自己试着朗读一下，跟读一下这篇课文，以便我们更好的开始我们的学习。好，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悄悄。